所以今天在这里，希望大家可以用互动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就是长期专注生态环境议题，来居多的，对不对？三千人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的文化部干预也比较少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年希望更多，这一年借我们的钱来做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我们的行动方式，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和那个核电厂里面。等一下他会觉得说，你要把它抽下来。我们选择了某一种价值，好，然后我今天带来几首歌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母语，也就是客语。那第一首歌带来我自己家乡的一座那个地方，就是还保有它原来的美，跟它我家的那个斜后方有一座山叫做鼎居庵，然后每天就永远都伫立在那边。Thank you.
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后进的组队，还有我们后进的乡亲组队，当时要来挥挥手，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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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挥挥手，这个队伍的后面，我们车子开始慢慢的、缓缓的加入队伍里面。对我们的第一大队出场的后面，我们感谢来自我们台中的护台中反核队的所有的朋友们，里面包括我们的南方哥的，我们这个男女已经出场了，很多是热手的，一起可以加回来。请继续前进。
好，我们现在热血青年大队，加快慢一点，我看到了旗帜了，加快慢一点，加快慢一点，在前面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后面看到的是人本教育基金会啊，林家队啊，阿姨说他们很高兴，欢迎掌声，小心会打雨啊，大家掌声，掌声多大呀？你有要行无啦？你要等偌久啦？我来这个工作那个选举秀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小朋友，我每年都有来参加。好 ，OK， 走了走了走了。龙虾，你赢了。